逢寻常求职场，你争我抢觅良将。莫看才艺乱人眼，数谁英雄日方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冬梅，来自东北比较大的城市铁岭，今年25公岁，31年的职场经历，干过行政，搞过政工，今年7月份自愿放弃高级经济师待遇，提前5年退休。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，想求得一份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的岗位。谢谢大家。你好，刘总。来自我们大城市的就是有才华，特别棒，我为你点赞。谢谢何特老师。大姐的字写得真漂亮。是是是。从你的最理想的工作状态，从你一句话评价自己，限量版的文艺女汉子。对。就知道你应该是一个比较文艺的人。对，琴棋书画都会。琴就不会了，因为家里没条件。棋、啊、棋就是军棋，我喜欢玩试过军棋。书，写诗。画，画画。画的话就是各种绘画形式。刚才您提到说你限量版的文艺女汉子，我想把这个跟大伙解释一下。你解释一下。文艺女汉子就是女人中的男人，而限量版的文艺女汉子则是男人中的男人，他不是文能提笔安天下的人中龙凤，也不是武能马上定乾坤的国之重器，但他一定是能扛事儿、有担当、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、顶天立地的家国脊梁。说得这么热闹，生活中他什么样啊？就是我这样的，写诗作画、煎炒烹炸，啥都比划，全凭胆大。唱一首我自己填词编曲的歌。心中无草无花，身边无剑无马，双亲之爱最牵挂，肉碎肝肠离家，此去前路未挂，愁绪何久吞下，心似黄连绵潇洒，笑傲独走天涯，笑傲独走天涯。哇，特别棒，这个词填得太好了。生活中所学的那些东西呢，它会让你去举一反三。能写诗的人文化底蕴都不低，然后他呢写作能力也很强，这个运用到职场上，我就觉得他跟你的沟通能力啊、组织能力啊，是吧，协调能力啊，跟这些东西都是你职场生存技能之一。听说您是个段子手啊？东北铁岭出来的人都是段子手。不是吗？确实是。那你对我们现场的企业家点评一下。您的年纪够？没有，这个是都是晚辈。我怕是一个坑啊。这啥，哪是一个坑啊，这是一个好大的坑啊。是啊，就我在家都是人说了，说涂磊老师是坑长。矿长。我是坑长，我专门挖坑，我咋不打洞呢？我吐槽完了更好感觉。行了，我想说您等着，有你的。这个感觉又对了。你点赞节奏对了。杨蓉啊，那个是我认为啊，才高九斗半，长得也好看，是怎奈月老懒不给牵红线。哎，这个好，哎呦，这杨蓉美了呗，有才有才。然后这个贺总，就贺总叫贺东东，他的名字里有两个东，我的名字有一个东，这两个东和一个东就是不一样啊。不一样在哪儿？他貌若天仙，我长得磕碜，然后你就上哪磕礼去。段东
一个东，也是一个东，我知道一个东，所以客串。这个不，这个段怎么调整都一样。客串都段总，这个咱们俩渊源就更深了。姓段的不多，我爱人也姓段，然后呢，名字里又带一个东字，是吧？然后你看，他一段东把我们两口子全算一块儿，哎，是吧？他是一个牵红线的人，牵红线是吧？厉总，随便来，没事的。吐槽他，厉总吧，特别热情好客，有那么句话说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虽远必诛。”厉害！哎呦，这句话是名。然后那个朝夕老总，我得给你正正名了。他们老说你来了不招人，其实我觉得这往往是一个谨慎的态度。就是很多企业家啊，来这儿你说干嘛来？你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招人吗？那招人在哪儿都能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来这儿啊？你们招人不是目的，你们来招人喜欢才是目的，对吧？从我这开始，我希望大家都叫西总，别叫他曹总。嗯，因为曹总在我们东北那边吧，他不是好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的就是他，曹总说的就是曹总，记住你了。大姐，这个我知道，我们内蒙古也这么说。哎，彤彤，彤彤，我就问一下，二三，你这个丑种，彤彤，我这个姓和我这个职位怎么就惹了你们内蒙人了？真的，丑种。大姐，那个老话真有道理。刘诗雨是国，对，国维的是很厉害的。嗯，您看我是不是儿媳妇的标配？你是高配。我多旺夫啊，豪配。未婚吗？还是没有？我是双胞胎孩子的妈妈。哎呀，那您太幸福了。你说现在什么人最有财产呢？那就是孩子多的俩，你炫富啊。您是俩男孩还是俩女孩？俩女双胞胎，双胞胎，两个女孩。对，那更好了。招商银行，两个女儿不是招商银行，一个是，两个女儿是广发银行。我觉得大姐一来，坑主跟下台。